我記得咧就個零月之前，我哋喺深圳會嚟參加呢個大運會，而且咧佢咧就話係做好準備啦。我哋嘅女兵咧亦都係好爭氣啊，都係殺到最後嘅決。咁松平健太嘅呢個大名我哋聽得多啦，咁啊松平健二咧亦都係因為喺一啲嘅青年錦標賽當中咧都會見到佢嘅身影，吸力情先啦。咁喺第一個嘅揭幕戰，亦都係以小組第一嘅成績晉級到去16-8嘅賽事當中去半決賽。咁啊，中國隊嘅對手咧就係中華台北隊，當阿嚴安啦機會嚇，同埋方博咧亦都係有一個咧好出色嘅表現，最終亦都係3-0擊敗第日本隊啦。咁啊，頭先喺咪後咧都同阿歐子道觀察咗呢一段嘅時間啦，開波咁你覺得咧就雙方嗰個實力嗰個差距樣噶啊，就係、是、咯。松平賢二咧就哥哥啦，咁佢咧就粗犷啲，咁啊松平傑即係可以區別啦。係咁啊，打法方面咧就都有啲唔同喎，兩位嚇。嗯，我哋嚟睇睇松平賢二佢嘅打法係點樣。由於佢身材唔係話咁高大，所以佢嘅速度應該講仲係。打到佢都失曬位啊！7-3，佢1-0。但係咧就唔係話咁啊！你話嚇呢啲波就贏呢個中國隊嘅話咧，佢呢個對碰都好重要，佢呢場波。但係唔輕易啊！好一左手握拍直板嘅球手，亦都係1年比1年。級聯賽嘅鍛鍊咧，佢嗰個帥位啊，坐得比較穩陣啲好啦。佢自己嗰、那個情緒上控制得比較好，贏一分咁啊，將佢贏低第一局嘅佢一好啦，跌到咁啊！松平賢二咧，佢除咗個搏殺之外，又冇乜其他招數噶啦。係啊，咁啊睇到佢即係個鬥心係存在，但係咧就可能技術對佢嗰個鬥心嘅支撐咧，就唔係話健太比啊。應該講仲係健太好啲。嗯，健太嗰、那個有啲威脅。係。咁當然啦，佢嗰個穩健咧就嚇佢要求嘅啫。嗯。咁啊，就嚟嚇阿松平賢二帶住啊另外兩位嘅球手甩完橫帶上船，許真就上檔。哦，幾分？嗯。咁頭先啦，後備席當中啦，中國後備席當中咧都仲見到啦，包括咧尚坤啦、嚴安啦、方博嘅國手嚟嘅啊。咁但係當然最頂級嘅球手啦，今次中國都冇派嚟，但都似乎夠打啦喎。練啊，正話講緊呢一班後生，阿常坤啊，佢其他嘅幾，所以而家有啲咁嘅機會俾佢打大運會，出嚟再鍛鍊下添。咁啊，將來嘅魚啦，霸州海潤嘅球手啦。咁今年霸州海潤啊，即係令到霸州海潤本身已經成為咗一支入到爭冠組嘅球隊。咁呢一下啦，喺下個月啦，月初咁啊，冰超聯賽男女團嗰邊佢就難受啦，係啦。咁啊，我哋都即管拭目以上。而家先睇翻呢一場大運會嘅男團，長短要結合，五挺爭啲唔認得個丁松嚟嘅。原來仲咁靚仔係嘛？佢剃咗個紅帽。佢喺上海嗰個理工大學嗰度教練啊嘛。嗯。丁松應該講佢嗰個打法帶動咗而家朱世克佢哋嘅整個好啦。呢場波而家係佢一落後兩分，啲人打出發球搶攻，嚟咗放高球。住反手，許恩啊執唔到身嘅發球，但一定要自己好啦。希望許恩可以頂得住啊！去啦，啱啱發球搶攻，掂啱啊！發球短嘅，對方一測就有機會搶啦嘛。手握發球權啊，許恩仲有。呢個從澤莫里內嘅，咁啊地都要抹一抹先。嗯，都掹翻去丟士嚇。係啊，頂住壓力啊，頂得住啊，許恩。睇下點啦。問題就係你
用咩嚟接嘅啫？有冷攻啊！能夠對拉就差唔多，爭唔到身喎、啊，夾硬嚟嘅。係啦，有對拉三次咧，係好將好想係變翻到對拉嘅動作。對啊，嗱呢個動作好長時氣啊！呢一分啊，係啊，好高嘅波。喂，咁啊，重平呢一板咧唔落台就輸埋添啊！12-10啊！嗯，嗱，許欣2-0喎，還快。咁啊，阿歐指導講波咧，經常都會講咧，就話有陣時有一局一位其中一位嘅球手贏得太輕鬆嘅話，第二局其實可能即係對於佢嚟講唔係一件好事啊。嗯，咁啊，頭先阿許欣即係第一局咧贏得輕鬆，應該值得我哋去放心嚇。希望係咁啦。如果大家為大家介紹一下，佢其實咧係嚟自於咧就係日本咧青森大學嘅學生。咁啊，咁啊，今次日本隊嘅方咧就係喺早稻田大學當中就係讀書。嗯，應該仲有一位係。咁而家咧就叫翻去暫停先啦，阿松平賢二啊，因為可能消息嚇啲古仔。咁啊，喺呢一屆嘅大運手工。製作咗26副乒乓球拍咧，一個好精品式嘅一個東西咧，集老一代大學生對中國大學生體育代表團嘅祝福嘅，亦都係兩位老大學生嚇。嗯，大家都要為大運會咧做出一啲嘅貢獻啊，一件好事。都係觀眾之福嚇，咁啊多啲呢啲頂級嘅綜合性運動會咧喺我哋國家舉行。都可以欣賞到出色的競技狀態啦，同埋一個嘅精神面貌嚇，一個精神可以體現得到。好啦，咁啊睇翻比賽方面，哇！許欣呢一波，一兩分連續輸咗喎，我知道。呢個喺亞洲或者全世界裏邊咧，都係出曬名嘅。許欣係第二場單打先出場嘅，第一場被變一變順序。許欣先打，許欣而家都係狀態好 fit 啊嚇！攞埋呢幾分啦，一分一分咁打。咁啊，松平賢二咧，其實都真係冇乜招架之功。咁佢咧，但係即係你睇到佢雙眼有火嘅，其實都真係喺度堅持緊。無奈咧就技不如人。相反，佢自己接發球咧，又有機會俾人哋打。咁咗許欣就越打越舒服，我都係強調嘅，發球同接發球呢一環好，就證明你仲係有一定嘅實力。6-4，許欣只需要再攞多分。我都同阿許欣咧傾一傾啊，問題不大噶啦。上海啊嘛，5個賽點。不過以往咧，即係計科呢咁有霸氣啊。但其實佢都是一個很樂觀的運動員，很有親和力的一位運動員，而且亦都好敢講出自己的感受。係啦，11-6啊！哇，大嗌一聲，許欣贏低呢一分之後都3-0的局分，許欣亦都係橫掃松平賢二，亦都係攞低呢一場男子團體決賽的第一分啊，幫中國隊。咁啊，而家咧，我哋都休息一阵啦。翻嚟之后咧，将会系睇到第二场嘅单打赛事。